这里是真憋好，来吧，一抽，一抽会是什么呢？化魂还是入魂呢？操！顶天，顶天，顶天！其实我只是要冲总统，我根本不抱持再大的希望。好，你们坐好，来吧。首先我们要先把最后一次的技能出起来。它是会转暗哦，新转暗，所以我前面可以处事为了。好，现在是不是各位变顺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是变顺了，因为刚刚应该是用 WiFi 连接的，我在猜。讲是不是很顺啊？感觉会翻车哦，没关系，反正翻车翻船都翻过，可以，没惊。反正实况有特点，就专门示范翻车，知道吗？职业翻车的。先不要笑哈，他翻车翻得像白金这么破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找不到。对啊，因为往往你是看到通关，你不晓得什么情况下不会通关啊，对啊，这才是关键啊，对啊，如果我是神转出，我还需要叫做平民百姓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我是说现在，我不晓得以后会不会很神，好吧？不要断了自己的后路。也是说，以后大家都觉得你好神了，你不像平民百姓怎么办？百姓观众说翻了就吃吧。怎么可能直接吃嘞？这种关卡绝对是不会吃石头。对啊，来这边都看我吃石头。没有。观众都期待你们节目。对啊，对。所以跟观众现在很顺的，对不对？白金仔很久没那么流畅了。对，我刚刚也是看了一下，好像真的超顺，因为从我这边看是顺的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这个应该是 WiFi 的关系啊，因为他有时候自己连到 WiFi 去。好痛啊！痛啊！不要死！谢谢。你死啊！我都无通要喘气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去死了啊！这谁啊？这他妈都三康 boss 掉不掉啊？他妈蠢！吃石头长大的，大家都吃饭长大。对了，其实我是孙猴子啊，我还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不过这样真的好酸哦。至于这叠珠是怎么叠的，请各位看 replay。有时候叠珠要靠反应啊，这有时候很麻烦去教的。不过你只要基本概念就会叠。所以我常常遇到那种关卡，我超怕，就是手削不能叠珠那种，因为太习惯叠，你叫不叠的手可以叠。哎，上次没有转啊，因为我已经把新珠削光光了。我还想说他怎么好像变笨笨的，不太会动。动了动，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只干掉一只猫。我做一个一康就好了。啊！我错了，痛！哦，所以应该没有看到时光组会这样示范被怪物锤，应该没有啊。好，也不要改啊，示范如何？对，就是告诉你一康没有，他是灌不走他的，好吧？超级全火。超级刚刚好像对观众提供的是哦，后来骷髅帮的给亏了，哇！西地转的先开哦，现在问题来了，处境问题来了，问题大了，掌握一个原则做四康哦，所以我会做一个三康哦，哎，健康也四康了，我擦！没办法，他就把他干掉了。刀下留人啊，进，再进，可以来点CD长一点的吗？好，漂亮。请问天下，
这时候要怎么控制呢？做一康，了解吗？这样会啊，各位观众会啊，还是很痛，对，还是一样痛。斜转绕过去，这边再做一个 combo， 再跳过来。哦，啊，如果神殿降掉哈，啊，如果神殿降哦，啊，百姓就会叫很大声了。漂亮，现在台面上是出现一个没有水柱的状态哦。哦，所以百姓就自己转，哎，哦，多转一些补一点血哦。不然我看他悲剧的恢复力实在是我只能说想哭啊，也哭不出来。哦 ，no！ 听起来很苦的。一二个。好，啊，CD 三，谁呀？哎，所以刚刚那关 CD 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二啊，对了，二啊，固定二没有错了。所以下一关进场会 CD 一啊。等我看一下我的图。卡捏捏。黑呀，啊，怎么都没有出啊！我喜欢马杰，这配机更能配了。一摸到就下一关我就舒服。六，教大家怎么算了，很简单哦，应该大家都会算吧？啊，大家都会吗？六乘上十二点二五，七十三万，七十三万，送他一个舒服吧。哎，珠子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擦捏捏，这是超级悲的，超级悲的。以前足球会超级悲哦，或许讲超级悲剧，超级悲。两串新珠，到底，到底吃百倍？拜拜，不喜欢。刚是整片消的意思，完全没有新珠。我看一下，乖乖的没有了，真的吗？干这种好哎，我喜欢这种。有啦，有四颗啦，四颗啦，一二三四，哇靠，好悲剧的珠子啊！哦，这种残血我最喜欢了，因为让我多赚一回。没有用哦，问题是它关键是它会越战越强。越战越强，没得跑。1130，超了。怎么还要劝？又劝，你要劝谁啊？死吧哈！好，经过百姓的评估哈，告诉各位打这一只的时候，对，一开始我们先把这只除满 ，OK？ 现在多少？四。好，然后顺便补一下血吧。这三个把它弄远一点。哦啊，如果你那个三个的话还中了，哇，超雷格！哦，三个还中，我就没办法了哈。算了。要开两炮哎。算了。
精辟的计算就要出现了。73.5加上12.2，85万。靠，有那么悲剧吗？哦，算错了。等一下，六加上十乘上12.25，196万。基本上他的脸应该是歪掉了。好，咱们就把他脸打歪掉，好不好？我算一下怎么打会比较歪。这配技非常重要。我们先看这个，44万。啊、哦，知道，先扣掉44。看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很妥。231万减掉，40几啊？44，好，忘记，大概40吧。再减掉12.2，加十二，减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减掉125.25，61万。他们的多多后面啊，还有就现在炸了一些。Say goodbye. Yes. 哦，不用继续下一关，太好了。哦，这样不太对呢。观众应该想要看下一关，可是我不想隐藏条件啊。哦，我就很怕进下一关，你知道吗？不嘎仔啦，你们家赞。进下一关怎样？啊，进下一关可以再打另外一只啊，那、啊、打另外一只可能会死掉。那死奖励还是拿得到啊？丢你哦，还是拿得到呢？啊，到底有没有知道隐藏条件啊？有吗？大那个包包大人说好了下一关呢、哦？不知道，我不晓得怎么进啊。对，有人知道怎么进吗？不要说太长。